没事。我落地了，落地没有落在杭州，落在了北京，因为这个防疫条例的事情呢，很抱歉没有，最终没有去到杭州，然后也很抱歉现场去了的朋友没有看到过，现场去了的粉丝也没看到过，还有也跟品牌说声抱歉，还有尊贵的经销商们也很抱歉。那我还在北京，但是一会儿呢，也跟品牌说了，我们一会儿还是会做一个连线，具体的时间应该在9点的样子吧，差不多。然后我现在就赶过去，赶去直播的一个连线的一个地方。声音小是吗？9点。对，疫情，所以我们平时出行一定要注意，还是要注意好这个防疫的事情。麻烦。没有吃饭，还没有吃饭，我一会儿就去跟品牌他们连线。对，大家不要刷礼物啊，我不知道那个在哪儿关，主要是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没有赶上活动。在现场的已经到了的粉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放你们鸽子。但是现在有一些堵车，有一点堵车。下次见吧，下次见。拜拜了，对，就跟大家说一声。我就下线了，就下线了。886，一会儿看看连线吧，拜拜。